个光可以来十串的。我上次还有就是疯狂吃麻辣鱼。你只要点任何跟牛有关的东西，它牛味就会冲刺出来，牛肉丸冲超快。第四次了，八婆贝喜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邓泽，我是光，我是妮。今天的主题是千元开箱，我们来到的是辣极点。串串香啊，没有错哦。千元开箱这个主题呢，就是因为大家很常在生活当中看到很多家的吃到饱，但其实还有很多宝藏店家，他们虽然不是吃到饱，但是一样有很多的餐点让大家吃很饱。千元开箱的规则呢，就是要让店家来帮我们选择1000块以内，然后推荐的餐点来告诉我们，然后我们来点给大家吃。那我们今天来到这家成都串串香呢，它是正宗的四川麻辣口味，听说连很敢吃辣的人哦都会有点怕怕的呢。那它最特色的就是这个啦，所以它会把很多料呢串成这样一串一串，那就可以直接丢进火锅里，串的火锅不太一样啦。动手了吗？好，那我们要讲我们的那个口诀。那现在我们就开动吧。它这边的串呢，一只是10块钱，然后听说只要如果 Google 打卡的话，还可以一直变9块。我觉得串串很看汤头，因为大部分的串串都还是火锅料居多，所以如果它的汤头辣味很够，或鲜甜味很够的话，其实是很加分的。然后辣的这一锅呢，是正宗的四川麻辣口味。那不辣的这一锅呢，他们说是用豚骨下去熬的，而且这个辣的汤底里面还有附那个麻辣鸭血跟豆腐。应该是最就是要第一口供你最爱的豆腐，没有错。但其实因为我很常吃串串，然后它都是丢进去之后，其实它就会跟棍子分开了，就变海底捞。因为我来吃这个，刚那个板娘推荐牛肉包香菜，我超爱香菜，完了来了来。因为其实我有来过这一间店啊，然后我那时候把那边全部的串都几乎都吃过一轮了，然后发现这个麻辣鱼就是它的 MVP， 超好吃。那我们的串串差不多已经好啦，我们来看。你们看我这个豆皮，我第一次看到就是煮起来已经很像豆腐一样滑化开的豆皮耶。我先跟大家说，就是我刚拿的那个肉包香菜，它其实它的肉是腌过，然后那个腌过的肉非常非常辣，超级，因为我刚刚是丢在不辣的汤头里面，那还是超级辣。好，我来吃这个麻辣鱼了。是我最爱麻辣鱼，看起来超好吃，它看起来超辣，要我也想吃，好了，怕我被辣死。哦，好滑哦，巴沙鱼是我们两个最爱，超好吃，最爱。我觉得光可以来十串的。我上次还有就是疯狂吃麻辣鱼，而且它是有先炸过吗？腌制了，外面有一圈不知道是什么辣酱。好吃，大推这个大推。等一下，刚刚那一串是不是整个掉光了？这个吗？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去哪？这是我牙缝的肉吧？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鸭血臭豆腐，我也是。然后就觉得它放在辣的，势必要帮它吃一下。哇，你要小心哦！你要小心哦，真的哦，真的很辣。它的鸭血就是很 Q 嫩，就是因为有一些鸭血的心会咬起来很让人家觉得不好吃，对，但是它就是一片一片的很丝滑，丝滑的。然后呢，我刚刚吃这个很像卡牙缝的肉，我刚刚去看它叫做麻辣小菌干，但我刚刚咬下去吃起来就很像是鸡胗或鸭胗的东西啊。其实这个原味的汤头啊，没有什么太重的咸味。这边是有附那个酱料，可以去拿的。哎，它这个酱料碟非常合格的一点就是，还有什么 MC， 这个女团还在，MC。但是我刚刚看它的酱料碟也有特殊的正宗四川的吃法，他说有干碟，就专门有一碟，然后上面有花生粉的，然后另外呢这一边算是一个油碟，然后油碟也有油碟的沾法这样子，然后一般他会建议大家就是先沾干的，然后再沾油的。哎，它鸡软骨超好吃哇！大家我推那个串串里面的麻辣鱼跟鸡软骨，但这两个都是腌制过的，都蛮辣的。因为我牙口不好的部分，所以我希望看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。它的名字叫做川鲁天堂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天堂，他现在要试试看。我要进天堂吗？请让我上天堂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进来了，进来了，我要进去了。感觉像毛肚它这样觉得蛮像毛肚的哦，或是牛肚。所以有上天堂的感觉吗？天堂这么好上去？
它就是吃起来很 Q， 可是因为很多食物丢到麻辣锅里面，你无法分辨它的美味，所以其实锅底真的太重要了。然后我觉得这两个锅底都超赞。那我们来吃吃看这个我们店的牛五花，好不好？好，嗯，哇，牛味偏重哦。我超爱，我超级喜欢这种肉味很重的肉。哇，因为牛五花本来就比较肥一点，它的肥不是有感，它是有韧性的那种肥。不要耍脾气那种。对，就是很韧性的。那这都是什么肉呢？这个是老板招待我们的牛小排。哦，那油花分布非常均匀。那你们有觉得辣很辣吗？这里的辣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一个地雷或不定时炸弹，就是它有时候会突然间辣，然后就突然间直击心脏，就它好像也没有到喉咙哦，它就直接冲到心脏去了。那有时候又不会，就又蛮舒服的，可能小辣还 OK。好厚的牛哦，谢谢老板。啊，嗯，好嫩哦，好嫩哦，真的。但我觉得肉的少了一点腌制味，肉比较偏原味一点，因为我们吃的是这个豚骨锅。我觉得它这个牛肉的肉体的味道就是设计要来搭配麻辣的。嗨，我都想试试看麻辣。我觉得可以耶。吃完要变小美人。超好吃。超好吃。不好意思，这一个牛肉片就是不能够放到豚骨锅里面，是不是，它就是要放到辣锅，就是被设计放在麻辣里面的。没错，但它的麻辣锅是真的蛮辣的，对我这种就是连胡椒辣都已经有不太能接受的来讲，就是会流汗的那一种。这个是什么？麻辣排骨。哇，你好厉害，你可以来这边上班。哎，可以。这个是鸡柳条，我知道。哎，它变得好瘦啊。对啊。它有骨头吗？几乎都是骨头，但因为它的那个排骨的里面的软骨是可以咬下去的，所以还 OK。这蛋饺也是老板帮我们点的。哦，它的蛋好嫩哦，它的蛋饺皮超级滑的耶。我好像没吃过这么嫩的蛋饺，一般吃的蛋饺皮都会有种有那个洞洞的感觉。洞洞。对，但它的蛋饺皮超滑的，感觉会鼓溜进去的那一种。而且很多蛋饺皮里面的内馅会因为在火锅里面就一直逃离家出走，但它煮了一阵子还是完好无缺，是蛮厉害的，蛮棒的。那对于经过创作者圆游会，我又再把它放下去，吃一口啦。我其实一直不知道放的是什么部位，那个气管，我都是气管，你不是气管系，我是气管系，猪的气管系。好好吃哎，但是它很弹，这其实也蛮好吃的。经过创作者圆游会之后呢，还能被我肉认定是好吃的厂商，代表它真的还不错。哇，它其实很棒，它有个腌制味，蛮香的。那因为是放到火锅里面煮，所以其实整个都蛮嫩的，有一种甜味耶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它有点像那个哎。盐酥鸡店会有那种甜甜的香肠哦。那我们1000块的部分差不多就是刚刚那些菜啦，接下来是我们自己加点的。每次来我只要看到有脑花的东西，我绝对是一定会点。猪脑花，非常漂亮的纹路。对，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吃脑花，但是不会害怕。没错，那我点的呢是这个腐竹。接下来呢是我非常爱吃的鱼啊，它是仅次于巴沙鱼第二爱吃的鱼，叫做鲷。它颜色算蛮漂亮的。台湾鲷是就是台湾出产的国产水产品里面就是算前三名的。前三名多人吃的吗？还是啊，就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鱼种。接下来呢是这个火锅宽粉。宽粉，对，大陆人好像蛮多这种。红薯粉啊，没错没错，就用地瓜煮的，这个要煮久一点才会煮得更 Q。那其实呢，我们还有加点这个牛肉丸，还有油条。就如果大家就是像我，出门太匆忙，然后忘记吃麻辣锅，不太能够穿白色衣服，它这边也有这个味道的，味道的哦，很可爱。那我们的料也煮好了，来试试看。鲷鱼是鲷鱼吗？鲷鱼，鲷鱼。它变得好小，对。鲷鱼呢，没有什么味道，要蘸酱，或是煮辣的。有一点点小生味。生味是什么？海味。就是海味，大海的味道。来帮大家吃一下这个腐竹，腐竹也是就蛮脆的。好，来吃这个火锅宽粉。宽粉。
好吃，它就是 Q 的很弹，然后它有点像水晶饺外面那一圈变成一条，变成一条面，真的，而且它其实这样看起来还蛮通透的。哦，有人要请吃饭哦。可是它的口感蛮 Q 的，如果你嚼久了，你会觉得很像是鼻涕的痰。好了，正则最讨厌鼻涕感的食物了。可是它会一直咬不断，咬不断，咬不断，对，咬不断你还乱。我觉得是人类会喜欢的，因为有时候人类蛮喜欢吃鼻涕的。我还好，我没有很爱。假的，这蛮好吃啊。它有点太难咬。啊，对，它不好咬断。还有这个。牛肉丸，我刚看好多人都有点那个牛肉丸，想要忍不住要点一下。你点的太好了，真的吗？超好吃！我觉得这一间店就是，你只要点任何跟牛有关的东西，它的牛味就是会冲刺出来，牛肉丸冲超快，好香。把它想得这么厉害，让我很期待。来吧，我刚刚听他说好像是手工的，它超弹哎。你好夸张哦！真的很弹，牛味好浓哦。牛味真的很浓。给过，给过。紧张世界时刻来了，要来吃脑花了。脑花如何？它的味道比海底捞的更香。对对对对对，味道再重一点，就很像你在吃豆腐，但是你嘴巴里面充斥的都是猪肉。我觉得海底捞重的是猪味，然后这个重的是多了一点点细细的那种肉。对，但我觉得两个都是好吃，都是好吃的，真的很好吃。但阵子不会觉得好吃。啊。那我们今天一天的开箱差不多就到这边啦。你们今天吃下来有什么感想？不期待一千人到底可以吃到多少的东西。如果我们一千人全部来拿串串的话，其实就可以拿100根，对不对？蛮多的。100根串串。可是因为还有要搭配锅底，还有一些可能店家推荐的必吃料理，所以就变成分下来，我们三个人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的吃饱。可是它整个口感或者是味道或者是食物的新鲜度，我觉得都算是大拇指的，就推荐给大家了。我觉得就跟一般我们在吃火锅或者麻辣火锅差蛮多的。它有一个很正宗的四川吗？川味，四川味。那我其实第一次吃串串，我觉得非常有趣吧。就是我自己私底下也会想要跟朋友一起来这边聚餐，因为它东西都蛮齐全的，酱料啊、饮料，然后环境也都很舒服。而且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最后大家在吃完之后，可能就会猜一下说今天我们到底吃了几串，然后猜中那个人就要买单。那我们等下来猜一下，就是个蛮好玩的一个用餐体验啦，推荐给大家哦。那如果大家还想要看我们在哪一个地方、哪一个区域开千元开箱的话呢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我是白虎，拜拜，拜拜。有吃饱吗？有，肚子超撑，超饱。那个鱼真的是爆炸好吃的，超好吃。可是我头发超臭的啊，火锅味啦，完全全身都是火锅味，而且我刚刚还有约，可以用我这个 Misha 的身体喷雾。这是什么味道的啊？它总共有7种口味，我这次选的是英国梨跟玫瑰，据说是修马弄的品品版哦。快给我喷一点，来来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的，有旁边有花的，我嘴巴张开，吃到了。哦，它真的很甜哎，超甜，那种少女感。你是不是在业配啊？没有啊，这我自己真的超爱，就是。没有像九马龙那么贵嘛，然后你就是出门喷个两三下都觉得不会心疼，我自己大概就囤了两三瓶。那再多给我几下。不行，你等一下又吃到，你等一下又吃到，你太多了，太多了。